钥匙。小湛，我出趟门，带你妈出去转转。早就答应你妈呀，一块出去旅游了。现在呢，我带她去实现这个愿望，也好让你休息休息，别在两边跑来跑去的照顾着我了。这几天也够你辛苦的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说爸能去哪儿啊？不是写的明明白白，人去旅游。我知道去旅游，问题去哪儿旅游了？哎呀，要不说你这个人，歌中唱的真对呀、啊！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爸其实就是想给你个空间，让你好好休息休息，别老顾着他。点亮智慧人生吧。老人就是这样，永远都怕拖累孩子。没错。哎，要不咱晚上别做饭了。咱们到外边搓一顿，把他们接上。对呀、啊，行，正好也把毛老师答应的事告诉珊珊。点亮智慧人生。哎，能这么快？妈，都锁了，你就啊，出去了。嗯。这给咱们留着。我去旅游了，病好了，不疼了，老年团，钱少，值。嘿，怎么想起旅游了？您这是带的什么呀？宽面还有榨菜。哎呦，您可真省钱！您看我带的，您看看，哟，这么大兜子，面包、火腿啊，苹果、橘子，这都是我闺女给我带的。是吗？感情你呀、啊，你有贴心的小棉袄，我呢是儿媳妇给带的，我知足了。儿媳妇怎么了？这儿媳妇 啊，一点不比闺女差。就我那儿媳妇啊，她胖，在外头吃不惯，特地给我蒸的呀，素馅包子，哎呦，炒的咸菜，收我钱。哎，我说啊，我这么大风啊。享晴昨日的哪来的风啊？是不是没风就吹这么邪乎啊？什么？还你儿媳妇带的你？哎呀，这、不是，小点声。怎么让我猜着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是编的？我还不知道你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不吹你这心里能好受？你还别说我吹牛，哎，我就能做到。我想出去旅游了，我就能突发奇想，我就给114打电话，哎，我就能联系一个旅游团，人家就有俩名额。你想你在家待着也待着，出去散散心吧，得这就成了，不是吹的吧？你行吗？我听明白了，人家呀正好呢有一个老年旅游团是吧？正好呢空俩名额，正好你给人打一电话，你不正好人家打瞌睡，你就给人送一枕头吗？你我能砍到70%哎啊，你成吗？不成。我不去了成吗？我回家。哎，人家旅行社可说了，这团费一分不退。什么？一分不退。哎呀，这不是煎饼卷手指，它疼也得让人咬吗？还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去吧。别聊了，车来了啊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吧，哎呀，走走，哎，这车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珊珊，来快，哈爷，是啊，不知道怎么想起来就旅游，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是吧？那好，那谢谢你，哈爷，再见啊，打扰了，哎呀，妈真行，怎么说旅游就旅游去了？是啊，你说怎么突然就想起这么一出来呢？你说。我奶奶去旅游了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奶奶走前告诉我了。快快快，她还说什么了？她还说她胳膊就是擦脸皮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不可能，那都上了夹板了。装的。她跟医生要求的，说要绑得厉害点儿，
说为了考验儿媳妇儿。哎呀，我这个亲娘，她可真有点觉得她。我奶奶还说你天天要去爬长城呢。我天，她还要爬长城？我现在急得都快满地爬了，她爬长城。刘师傅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挺好，这说明啊，我考验过关了。对呀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行，都回来了，我要做饭去了啊。妈，以后我就在外面睡了，屋里的这个位置就交给郑勇爸爸了。七哥终于不和小张妈妈一起睡了，这才像个男子汉嘛。哎呦，这小蛮腰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真行！没事没事，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同志。哎呀，你太体谅你周爸爸，你太理解你周爸爸这郁闷的心情了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此刻千言万语万语千言，我就满北京四九城打着灯笼找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儿子。好好向你欣欣哥哥学习，学习他身上那种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、急大人之所急、想大人之所想，做一个21世纪合格的英雄儿女。哎，真的。哎呦，我这心情好，我好激动，说都不会话了。哎，哎，妈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身体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妈，你刚才你在哪儿？喂，儿子，哎，你自己得注意啊！哎，开车得开车小心，这我说了多少次呢？开着老虎上街呢，是不是？这千万注意安全！哎，我说，别嘟嘟嘟没完没了，快点啊！我这还没打完呢，干啥呢？对，刚才有一个，我们这有一团友，对，啊，那个这样，就是啊，那个珊珊呢，你得给他准备点吃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放学以后啊，他饿，他没点吃的以后，他做作业，他都注意力不集中。哎，对，还有啊，就是那个电表，只要一走红字了啊，咱们家那电卡有字儿，我新充的100个字呢啊，哎，你干嘛给我挂了呀？我这不是替你省钱吗？我用得着你给我省钱吗？喂，说信号不好还断了。喂，谁呀？喂，喂，哦，爸，啊，您在哪儿呢？我知道您去旅游，您在。就是现在，这不是等着分房间呢吗？对，奶奶，让我玩。哎，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？喂，爸，断了。跟你学的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跟你出来，我真是瞎了眼。我才瞎眼睛了呢。你说你这刚才的电话打的，那不是捉襟一苦，全成了。话说打狗还看着呢。这一道你说个没完呢。那就跟郭德纲一样。我看我老铁那面手都不理你，你还赵本山呢？赵本山都不如你。你爸妈别吵了，都累一天了，咱们赶紧去休息。大爷，这您的卡808。啊。大娘，这您的卡502。走，我跟您一块去休息。哎，好嘞。那有电梯，我宁可爬楼梯。狗咬吕洞宾。Hello。来，大家小心点，现在旅游景点到了，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吧？来。哎呦，慢镜真好哎！大家现在来合一个影，然后面带微笑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吧，行，快上。吃完了，我出去玩去。
疼疼。哎呦喂，我尝一包子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们家老郑，我儿媳妇正在好着呢。啊，我儿媳妇这么差远啊？你说着呢，你儿媳妇不给你做素馅包子吗？吃完了。啊，打电话让他再送点。那怎么送啊？那没办法，就得将就了啊！诚心的你，吃，吃饱了不想嫁。饿坏了，快吃吧。行行行，我上那儿去，你们上那边去啊。行啊，那再凑健康。嗯，唱什么啊？啊？驴皮影。我说你怎么觉得像头驴似的呢？哼，老伴儿也这么说我。俗话说呀，男愁唱，女愁哭，老太太发愁瞎嘟嘟。你也没啥愁事，一天嘟嘟嘟嘟嘟嘟没完呢还。你别看我一天瞎嘟嘟，我是啊，刀子嘴豆腐心。豆腐心？嗯，冻豆腐吧。你怎么老把我这好心当驴肝肺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你高兴高兴才拉你出来旅游的。哎，别这。我跟你说啊，俺家这老伴儿啊，就是这山西人，可这么多年，我一趟也没跟他回来过。这回啊，我是带着他，给他还愿来了，知道吗？杨大姐家在山西呀，呀，别说我这回旅游还真梦对地方了。老哥，您这片心难得，真是太难得了。拉倒吧。哎，你说，我那儿子要不是这么个瞎折腾，我那个养女要还是我的儿媳妇儿啊，家里没有这些个烂事儿，他也不能走这么早，不是？要不是我儿媳妇是你前儿媳妇，我拉你出来旅游，我才吃饱撑。哎，你又嘟嘟什么呢你？我说我命好，我落下一个好儿媳妇儿。再好这儿媳妇儿，摊上你这婆婆，够呛。不是，我说老哥，你这怎么这么不友好？你怎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属鸭子的，我是啊肉烂了，可我这嘴还硬。我是真心疼我这儿媳妇，我真是啊不想累着她，所以我才拉你出来旅游的。别介啊，你儿媳妇长儿媳妇短的，你可别扯上我。谁跟你扯了？就你这倔样，瞧这小眼睛，我都懒得看你。就你这样，一天嘟嘟嘟嘟嘟嘟，要真是我媳妇儿，我立马都跟你离开。嘟嘟，又翻脸了，这可真是啊！想生气看足球，想遭罪就旅游。学费肯定特别贵吧？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要是学费特别贵，奶奶肯定又不让学，到时候又学不成了。会的，这钱不会让奶奶出啊，我出啊。我用了留给星星哥哥的钱，你也是我的孩子啊。小宅妈妈，你可真好啊。走。够吗？够。爸，妈，你要是见上我妈，千万别告诉她，我妈不让我吃这么多奶油。放心吧，我告
谢谢。啊？你最近这几天啊，放学以后赶紧回家，别在外边到处乱跑啊。要是有这个陌生人啊，或者什么可疑情况啊，你就赶紧给爸爸打电话，听没有？来。欣和他爸爸在屋里吗？嗯，一直在那儿呢。爸，要不然你也请我吃冰激凌吧。你这么胖，再吃奶油，哎，不更得胖了？哎，你又让我自信了。对，改天，改天，改天。你们俩先回家，我跟你爸有话说。哎，行了。别这扮演阿炳了，快把眼镜摘下来吧，看见还装没看见。看见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就别死撑着了啊，你的事儿都上报纸了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您说的没用，有事说事。有事就是呢，我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你自己黑心呢，还是被别人陷害？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要说你这人不知道好歹，你要不是欣欣他爸，我还懒得管你这事儿。有这功夫我还多拉快跑挣我的钱去呢。是不是有人追你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想想，你欠人那么多钱，人能放过你啊？流年不顺，命犯小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找律师，起诉得举证，快想办法。哎，哥，你怎么走的那么慢呀？少管我！小特务，谁让你跟踪我的？是我爸说你爸出事儿了。啊？我爸说你爸有险情，他要帮你爸。哥，你别走！我爸说了，大人事小孩别掺和。哎呀，哥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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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看。这是我现在的号码，你交给小寨。今天去你们家，也是想跟他说说孩子的事儿。一个是欣欣学这学那的费用，该交了。你让他先替我交一下，我尽快还给他。另外就是，我担心这个孩子。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我生命受到了威胁，我的位置在三里屯。你现在安全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晕，想吐。追你的那几个人应该吐呢。珊珊，奶奶回来了！哎呦喂，咋大包手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妈回来了！哎呀哎呦，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累坏了吧？好多好东西、啊。来来来来，我来拿给你。快进屋歇会儿。都在家呢吗？在在在，来。哎呦喂。哎呦喂，这回旅游好着呢。奶奶，您累不累呀？不累，真的不累。哎呦，那平遥啊，可好了。那个，
景儿也好，也好玩。这个我这回算是开眼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妈，出去玩是好事儿，您还是得跟我们说一声，要不然真是急死我们了。嗨，我不是给你们留条了吗？哎哎，对了，你们俩快到我屋里去看看，奶奶带好吃的来了，俩人都有份儿啊。对，芬芬，哎，欣欣，你给芬芬啊。嗯。小湛呐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我就给你买了件衣裳，我给你搁床上了，你试试啊，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我一进门就觉着他不对劲儿，你看那样，又黑又瘦，神不守舍那个样，准是出什么事儿了。可是我怎么问他都不说，给你打电话他跟我生气不让我打。我见着你老公了，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。他打电话告诉我了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？我说你把脸扭过来好好说行不行啊？啊！我就觉着你不对劲儿，我跟你说，来，你现在是我的主心骨，爸听你的。周勇在来这儿的路上，等他来了咱们商量商量吧。他现在是我的主心骨。找谁啊？冯国强呢？冯国强，你们找错地儿了吧？错不了，绝对在这儿。把门开开。我凭什么给你们开门啊？砸！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去哪儿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们进不去，把门开开。我凭什么给你们开门？我又不认识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。里面没藏人。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啊，走吧！撤！给我等着！
老人家厉害吧？刚才说完猴子在底下弄的加警报，快快！现在已经跑到底下，快救命！我吓死我了！奶奶，这是你妈一分一分攒的，钱不多。 顶一点算一点吧。我不要，你该人家钱就得还，要不然活该让人打死你。爸，别发火。你看他这样，我能不发火？你不是，我用不着。你给我这干嘛？谁让你是我儿子吧？谁让你不走正道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是自己家人在管你。老人家，你别上火。 你现在是等着，我去安排。你跟这人什么关系啊？我占有他爹，在这看库房，绝对安全。等等，坐过来。哎，注意地点啊，有钉子。这儿啊，就是乱点，条件差。哎呀，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看着点，脚底下。没事。哎。 条件不好，只能将就了。哎，挺好挺好，麻烦您了。哎，客气话不说，大勇啊，就跟我儿子一样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跟我说，自己出去不方便啊，我去，门口什么都有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欧耶，欧耶，哎呀，享受着一心安稳啊。哎呀，看来今天我真是劳苦功高啊。 按你说，今儿这一天啊，哎呀，又是打斗，啊，又是火爆的场面，就跟那拍电影似的。我绝对是孤胆英雄，深入虎穴，啊，打的鬼子屁滚尿流。呵呵呵，你还不够累、啊？挺好。哎呀，他是你前夫，你的心情我明白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必须是赴汤赴水。 周师傅，啊，你看我老是给你添麻烦，你这话说就说远了，是吧？你想啊，不过咱们今天都这么做了，也不见那位，还跟那端着，连个客套话都没有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死要面子呗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你是，就是，他就这么个人，哎。 跟你说件高兴事儿啊，你知道人家那个钢琴马老师，说咱们珊珊特别聪明，嗯，有点天赋，是个好苗子。你一说到这儿，我又觉得过意不去了。珊珊的钢琴费用都是你出的，那是你留给欣欣用的。嗨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不管是谁的，不都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知道我听马老师这么说。 我还真想，是不是给珊珊买架钢琴呢？好，你这心情我能理解，咱俩还等等，别把钢琴买回来以后，孩子往那一扔，钢琴倒是有了，变成钢铁了，啊，看看是不是这块材料，啊，嗯，侯爷。 回去吧，我待够了。宝贝儿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两天那边风声特别紧，咱们在这儿啊，再慎一段时间。
我不管，我要回去，我在这待得闷死了。哎呀，宝贝儿，这样你听我说啊，你呢可以去健健身啊，美美容，逛逛街，好不好？干什么都没兴趣了。要不咱俩干点你有兴趣的事儿。要不去酒吧吧？不去。看电视吧。哎，我给你送饭来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办点事。哎呀，往哪儿跑啊？办什么事儿啊？有朋友来电话，发现网留帖了。你看，你还说外边有很多人追你债呢，你就这么跑出去，那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吗？我不把这小子收拾了，我麻烦更大。国强，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我也知道你乱，但是不管你现在怎么急怎么乱，都不能贸然行事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把你朋友那地址给我，我让周勇去问问他。看什么呢？哦，这家公司的人呢？不清楚。前几天我看还有一些人进进出出的，这两天门就关了。哦，有多长时间？门锁有些日子了。你还是别看了，看什么？走吧。给您做打卤面啊，老战呢？那边也是一大家子人，我这边啊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好不好？没事。哎，今天这馅儿是周勇调的，我觉得他调的比我好。是吗？两种，一种是猪肉白菜，还有一种是韭菜鸡蛋。嗯，怎么样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呀，咱们小战呢，咱找对人了。哎，你这么来回跑来跑去的，那婆家挑不挑理啊？还好吧，我那婆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没事儿。我忘了问你了，那你说国强那个事儿，你觉得能不能过去？其实这关键要看国强自己了，看他愿不愿意过得去。我觉得给他个教训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你说呢？那倒也是。哟。忘了给您拿醋了。嗯，哎，就这个，我从山西带回来的特产，您说是贡品，过去啊是给皇上吃的呢。哎，对了，爸，嗯，我好几次都想问您旅游的事儿，就给打岔打过去了。您去的时候见没见到过什么老太太呀？哎呀，那可多了去了，除了老头就是老太太，而且老太太比老头还多呢。哦，那老太太里边有没？等会儿，喂，哦，周师傅，你到那儿了吗？见着他了吗？
您找谁呀？嗨，我们不买保险。小蛋找你的，啊？你找我？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お姉さんします。我叫林丽，周深的妈妈。啊！要回孩子的监护权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他妈妈，我是他爸爸，还有他奶奶，都不会同意的。我觉得他应该跟着我在更好的环境下学习和生活。那你原来为什么把他给扔了？我当时没有那个能力，我现在有能力了。你有能力了，我们这儿没能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应该把他带走，他应该跟着我。没商量，走。限制他的人身自由。你放屁！你少给我戴帽子！我什么时候限制我孙女自由了？我是他的亲妈，你还用脸说亲妈呢？孩子那么小，正是要妈的时候，你追求荣华富贵，你一走了之，是我和他爸爸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。今天你回来了，你说带走就带走啊，没门儿！我出个折中的主意，您看行吗？怎么折中？让我们娘俩待会儿，行不行？一中头，成就成，不成我带珊珊走。成。哎，上哪儿去？啊？怎么回事吗？好好的，让咱珊珊。
觉得无比快乐。不需要多说什么，我们都懂得。哪怕风雨来袭，我们勇敢度过。乌云让微笑冲破，幸福再不会错过，因为我们彼此懂得。